字开始就很好听，善良、耿直、全能、贴心男、长得帅，很多正能量。准备了巡回演唱会，一起和我嗨起来吧！我也是为了鹿晗来的。我刚才看微博已经看到他了。我的鹿家人终于等到你，鹿哥为你们准备了巡回演唱会 ，special。好伤心，和我嗨起来吧！我的陆家人终于等到你，陆哥为你准备了巡回演唱会，陆哥为你们准备了巡回演唱会 Special Package 套餐，一起和我嗨起来吧，一起和我嗨起来吧。手可及，皮肤太好了，非常的帅气。对，然后刚才那个中间就是彩排的时候，有一段正好那个就是音效没了，然后我们就正好听见了一句他的那个清唱，超级震撼。有一个我特别喜欢，他跳完了一段舞以后，背对着我，他把帽子摘，他的头发哇全炸起来了，觉得非常帅，非常帅。我觉得这个套票非常的值，真的非常的值，因为我本身是从新加坡回来的，在新加坡的时候，我知道这个套票的时候，我就非常非常的想订这个套票，是因为第一个它我的时间行程非常的紧张，然后它确实为海外的这些女范儿提供这样一种方便。
世界，此刻我才发现，时间没有绝对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鹿晗。这是我第一次一个人开演唱会，也是我第一次个人在我的家北京开演唱会。玩得开心，吃得开心，喝起来！小时间能许愿，好像多一